排了排了，又看见一只 bug 公路。路边看到一个小 bug。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限额了。不差，居然是鹿茸啊！我们鹿茸上已经长硬了，不是鹿茸了。海的对面就是阿拉斯加，现在是我们的那个岛上的最北面。对，有点深，对，隐隐约约的山那个轮廓应该就是阿拉斯加，那个深色的最下面。这是今天的战利品，用弓箭打的冲击。嗯，这两天生活太艰苦，赶紧是打打牙祭。我靠！乌鸦已经闻见鸡肉的香味来了，就手就行了哈。我靠，这么好刮皮啊！在家。经过11838的处理，变成一盘肉了。好，现在一锅鸡汤已经煮好了，原汁原味清汤，原汁原味的走地鸡汤，没有任何污染，没有添加任何饲料、防腐剂、什么激素，纯天然。